他会好起来的，大妈，你这个护工很称职啊。我不是护工，我是小何他婆婆。郑医生，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儿媳妇。啊，大妈，您别着急啊。沈医生结婚了。是啊，我孙女多一岁多了。 我抱大的那天，就看见他了。我不敢去想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我的东阳哥居然还活着。活着，没想到在宁阳会见到。 这些年，真是因为那句古话，两座山到了一起，两个人就又见面了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？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一见面。 你就躺在病床上，东亮哥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没想到组织上会把你安排到这里来。好，你稍退了。 你留在这里陪陪沈医生。好呀，我先去开会，找时间再聊吧。
觉得你好像很累，而且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，这对我来说很神秘的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，没什么好神秘的。哦，那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啊，你同郑主任以前是不是就认识啊？哦，当然，如果你不愿意讲的话，可以不讲。没什么不能讲的。那我愿闻其详。我们俩不仅仅是认识。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啊，我也想了很多，尤其是沈医生。哎呀，沈医生是你们中豪杰啊！你想想，他临危不惧拆炸弹，我是不是应该写首诗来赞美沈医生？你会写诗？那当然了，写诗是我的强项。我给你念一段啊。啊，你是我们的英雄。咱们医院不是抓到特有力量大功吗？罗科长和郑主任呢都升职了，郑主任是副院长，罗科长是党委副书记。哦，哎呦，好事啊，好事，应该庆贺吧。走走走，哎，好。来，啊，说，谢谢。写的怎么样？你表扬信？好啊。在这次跟敌特分子搏斗中，我们医院啊向上级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，尤其是邢师傅和沈医生都表现得特别英勇，所以我们决定呢向上级给他们请功，而且呢要大张旗鼓的宣传。李本啊，你可给咱们医院和咱部门争着大光啊。哎呀，要表彰就表彰沈医生吧，我就不用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再说了，医院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国家的事儿更是我的事儿。这句话给加进去啊。哎，别，千万别。得写，这是觉悟。哎呀，罗副书记，我就是个干粗活的人，出不得名。看你说的，现在是新社会，人人平等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，不表扬工人阶级，表扬谁啊？对，咱们就是让那些狗特务看一看咱们工人的力量。还在跟着沾光，就是啊。只是我觉得，人家沈医生的功劳比我大，应该受到表彰的是沈医生。哎，你们两个都应该。不过这在关键时刻，沈医生真比咱们老爷们强。真是啊。看来哪天我得带着我老婆去看看沈医生。好啊，你们之间呢，还真应该多走动。这鱼怎么卖啊？三毛。啊，给我来这块吧。好的。啊，这块啊。好的。哎，你不就是去看个病人吗？至于买这么多东西？英雄和英雄之间，要多走动走动嘛。你是英雄吗？你
行了，我不去了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来，干嘛呀？我脑子进死了。那我咋进死了？行了，给我吧，你别去了，你回家吧。老板，把那块鱼给我称了。谢谢你送我的花。我可以自己来。你现在受了伤，还是我来吧。还是那个味道，没有变，一点都没变。哎，说说，为什么要改名字？我想开始我全新的生活。我听说，你丈夫在南方做生意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怎么找都找不到你人。你怎么来了？原来在这儿喂粥呢。啊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我知道他，是上海来的拆弹女英雄沈医生，是吧？沈医生，这粥好喝吗？对不起，不知道你有伤。郑一鸣是我男朋友，我从来都没见他熬过莲子粥，今天托你的福，我终于闻到这莲子粥的味儿了。哎，郑医生，我应该谢谢你。好了，出去说吧。干嘛呀？有什么话就在这说明白吧。沈医生。啊，邢师傅。我就是来看看沈医生的。罗副书记，我正找你呢。怎么了？那个曹黎黎和正副院长在走廊里吵起来了。来，喝水。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你意思是我看了不该看的是吧？你别吵了，这为什么呀？罗书记，我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，让他跟我去联系工作，他倒好，这一回来就来医院跟那个沈核熬什么莲子粥。这不管为什么也不能这样啊，这是在医院，都得注意点个人影响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你到底跟我去不去？不去。你，我跟你说过的，你来宁阳不合适，你还是回北京去吧。你别想赶我走，我北京的工作已经丢了。你不要这样，比我好的人有的是，我不值得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牺牲。我愿意，我愿意为你牺牲。你知道我爱你，离不开你，我是为你才来宁阳的。小曹啊，你好，你愿意去是吧？我自个儿去，我就是要调到你身边来，看你能怎么样。老郑，你太厉害了，有这么爱你的姑娘。哎，你不清楚啊。我怎么不清楚啊？我这看得很清楚，人家是因为喜欢你来到我们这儿，当然你有点不喜欢他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有别的想法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你给沈核熬莲子粥什么意思？熬粥就是熬粥啊，能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跟那陈少凯不一样，他满脑子都是那个资产阶级小情调。沈核呢，从上海来的，难免跟他有点物以类聚。但你不同，你是共产党员，你得注意个人影响。就为了一碗粥？你是
年初来的名扬，这为什么五月份才有人给你证明啊？罗副书记，我跟我老婆的确是今年年初才来到宁阳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我的车票还在呢，上面有日期。哎呀，当时那段时间忙着找工作、找房子，折腾了好几个月才安顿下来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空白的，我就没往上填。但是你得写清楚，我们树立典型啊，你必须要写清楚，这样才有说服力，要不然人家会怀疑。怀疑？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啊不，我不是说怀疑你，我是说呀，你得写得一清二楚，不能有漏洞，知道吧？哦，明白。彩云，彩云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你起来帮我看看，我这才要怎么写啊？你干什么呀？烦死人了！你这人家还要起早。起来，不要耽误我的正事啊，明天我就要交了。彩玉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真讨厌你。你说你这不鼓动电台了，又鼓动什么材料啊？你这大半夜三更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嘘，你小声点。快过来帮我想想这个怎么写呀？明天罗书记就要要了。什么呀？自述书啊。正省材料，我上辈子一定欠你，给我看看。局长，我们对0133厂和医院都进行了排查，现在可以断定的是，敌人的目标并不是医院，而是0133厂核心车间。这个于长林只是个小喽啰，他的身份还有待查明。我们在于长林的房间里边发现了黄金，并没有发现电台。根据于长林的出入记录和考勤表，咱们可以断定，提供炸弹的是另有其人。说下去。是。于长林是带枪到医院的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为了炸弹。他们攻击的目标是0133厂，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回炸弹，因为这个炸弹是被人意外的从工厂带到医院去。敌人呢？这是在铤而走险。狗急跳墙，反倒要了自己的性命。关键是，是谁提供给于长林金条还有美式炸弹的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发现一个重大的疑点。怎么样，好一些吗？嗯，好多了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公安局的田春江同志，审核。我是宁阳市公安局的田春江。你好。哎，不用请了。你好。小心吗？慢点。啊，那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聊。谢谢。沈浩同志，我首先代表宁阳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感谢，其次呢，我要问你一些问题，可以吗？之前见过这种炸弹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从闹表里边掉出来的是炸弹呢？我以前看过一个展览，一个揭露国民党特务罪行的展览。哦，是中华路那个展览吗？是中山路。沈河医生，你看过一次你就记住了，记忆力超人。一千多张古药方，我可以倒背如流。陈医生，你拆除的是一个美式炸弹，是吗？你当时一点就不害怕吗？七七事变的时候，我参加过战地服务队。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，也算是经历过枪林弹雨吧。还有什么？没了。沈医生刚来医院不久，我对他的了解也是。那沈医生在医院当中跟谁接触的比较多，来往的比较密切呢？要说平时接触多一点的，应该算是陈少凯医生吧。
说说陈少海吧。嗯，陈医生这个人医术很不错，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很洋气。陈医生，你不是宁阳人吧？六岁的时候，我随父母到了北平，然后一直在北平念书。抗战胜利以后，辗转到了上海，在上海开了一家小诊所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在上海认识了我的丈夫，我们在上海结婚了。你丈夫是谁？上海贸易公司业务部经理。上海解放以后去广州进货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俩失去了联系。这么说，你在上海根本就不认识沈医生了？是的。真的不认识？你希望我讲认识是吧？沈医生，请您注意你的态度。我就这个态度。整个医院那么多医生，谁都不问，为什么偏偏问我？因为你是从上海来的。哦，上海来的就要接受审查呀？陈医生，我在了解情况，请您配合一下。了解情况？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当犯人呢。什么时间回的国？家里还有什么亲人？还有个姐姐。这的确是个问题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他真是潜伏的敌特，那么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拆除这个炸弹？根据现场证人的笔录，申赫在排弹之后还奋不顾身地去追赶特务，孤身面对特务的枪口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我想过这个问题，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是敌人用的苦肉计。这件事情我们务必要保持冷静，不能被表面的假象所蒙蔽。这个沈医生的情况一定要尽快搞清楚，我们的原则是打击敌人，保护同志。是。这首诗歌的名字叫我要为你歌唱，是歌唱我们沈医生舍己救人、勇排炸弹的事迹，实在是太感人了啊！我要为你歌唱，您听一下吧。光辉的旗帜迎风飘，豪迈的歌声多嘹亮，白衣战士临危不惧，满腔热血不夸张。我念完之后，我都热血沸腾。不是不好，是有点复杂。你说他一个医生，他怎么就能知道那闹表是炸弹，而且还能顺利的给排除？我总觉得这事儿吧……那我一定把诗歌贴到宣传栏上啊。谁让你贴的？啊，我接吧。班长，我去修下电路啊。啊，徐哥。班长，那个表彰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，可能还得再等两天吧。还要政审呢？王秘书说，你那个材料基本差不多了，可能沈医生的要有点麻烦。还是为了沈医生为什么会拆炸弹那点事儿吧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要我说呀，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，碰对了就对了，碰错就炸了呗，有什么好查的呀？白的黑不了，黑的白不了，早晚会查清的。也是啊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毛利索啦。活蹦乱跳的，绵绵，想爸爸没有啊？来，妈妈抱抱。哎呀，吃樱桃呢？
是奶奶给的吗？嗯，妈，对不起啊。你呀，就不该瞒着我。不管怎么样，家靖是我的儿子，我这当妈的应该知道。嗯，我错了。行了，回屋去吧啊。调查还没结束，现在也没个结果。那你怎么看？事发的时候我都在现场，他的行为是不可能把他跟这个特务联系起来的，对吧？哎，但你说是一个医生能那么麻利的把炸弹给拆了，是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申和也有被怀疑的理由。小夫，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谢谢。以后要多保重了。我会的。我知道你从根据地回来找过我，但是当时你已经牺牲了。伤好之后，我去根据地找过你，一直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以为永远都见不到你了。我一直把你放在我心里，一直。能够再见面真好，而且还在一个单位里工作，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。我很珍惜他。我也是。一把剪刀，剪断了一枚爆破力惊人的炸弹。这一剪子剪得好啊，他剪断了潜伏特务的阴谋，剪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狼子野心，更剪出了我们新中国英雄的风采。经过上级决定，授予沈和邢立本同志为反特模范称号。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两位英雄上台。
出院回家了吗？啊，他惦记家里的老人和孩子。他家在哪？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哎，你不说你们早就认识了吗？我真的不清楚。是啊，认识不见得真的了解。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记住，在没有找到李大姐之前，绝对不能暴露一声。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喜欢到这儿来坐一坐。小福，你还是叫我沈河吧。我还记得当年那个卢小福，我永远忘不了。那个卢小福，他很勇敢，面对白色恐怖，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，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，去跟据地为八路军送药。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，况且过去不代表现在。我现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。可是我觉得今天的沈河比当年的卢小福更出色，危急时刻奋不顾身。你讽刺我？还没学会。怀疑我？你怎么来的宁阳？你为什么来宁阳？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婆婆在宁阳。小福？小福已经不在了。从1944年他董亮哥牺牲以后，小福就已经不在了。这些年你在上海做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在上海开了一家小诊所。党组织的联络站？就是一家小诊所。顶中亮哥也不肯说实话。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你，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我的话，就请你告诉我实情。如果你还信任我的话，就不要再问了。迪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该放的地方。聪者听于无声，明者见于无形。要想战胜对手，就要比对手想得更远，看得更深，动得更快，要比对手更聪明。您的意思是？敌人暂时偃旗息鼓，那是迫于我们在国庆大典之前打击力度，但就像东江之水一样，一旦他们缓过来，他还是会咬人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，马匹大意。你们要尽快的拿出行动方案来。是。哎，老郑，走到会场看看去。哎，我坚持我的看法，表彰会召开的不是时候，这是个失误。我都说了多少回了，这是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事儿。再说马上有国庆了，这是好事儿。你看大伙的气氛多好啊。我还是觉得有些操之过急，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，而且公安局那边还在审理，你这是贸然行动。这该查的都查了，再说了，这是院里的决定。但是我不同意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这样做会把问题复杂化的。哎，你管你的业务，我管我的党务，现在你听我的安排，走。你这是急功近利，不合适啊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希望你头脑清醒一点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你去不去？还没想好。宋博，你得看看，这轱辘不转了。好啊。啊？啊，我是说这报纸好啊。你看这啊，这女医生及时排炸弹，种植工勇敢抓特务，好啊。
哎呦，这事儿还上报纸了。这事儿我知道，就是我们家春和的事儿。那个女医生啊，就是邓大妈的儿媳妇儿沈和。啊，哎，你们家那个春和真行啊。那沈和才行呢，那三下五除二的就把炸弹给拆翻了。哎，你说哈，这可是个新鲜事儿。你说医生还会拆炸弹啊？新鲜事儿啊。嗯，这些戏都是讲沈和是国民党的特务，接受过特殊的训练。事实，同志，我要的是事实。局长，我们现在缺的不就是这个吗？你们想想看，写这些信的人是些什么人？局长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人是想置沈和于死地的人。嗯，局长，我还有个直觉。说说。我觉得郑一鸣对沈和的态度有点奇怪。这是你的感觉？不是感觉，是直觉，一个侦查员的直觉。医院的舞会几点开始了？还有一个小时。我想去看看。对啊，去做个火力侦查。咱们快去。是是。非要表态，我只能说我还没有想好。医院刚刚召开表彰大会，你们现在采取行动不合适吧？如果必须是现在带沈和去公安局，你们应该采取一种相对缓和的做法。我会注意的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检举信是写给公安局的，不是写给我们医院。我尊重你们的意见。罗副书记，哎，这个陈少凯，其实他还是可以的。如果他能把身上的毛病都改掉，就是个不错的留职。君子和而不同，有差异才有精彩。算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这不好好的吗？真的没事了。就回来了。嗯，奖励你的。也挺有心的。哎，那这样一来，你的危险是不是就排除了？没那么乐观。啊？今天在医院的舞会上面，沈和被公安抓走了。什么呀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。是我们需要再调查一件事情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是我们办公室。我知道，但是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呀。那就麻烦你再回答一次我的问题，可以吗？嗯。一鸣。哎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怎么见得？你心里清楚，还跟我装蒜呢。来，坐。好。
这次我过来是以个人的身份，作为沈河的同乡、校友、战友的身份来为他作证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你在哪儿？上海。还是开战争？为了谋生。沈河同志，我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交代你的问题，这样对你有利。我不喜欢交代这个词，我不需要交代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不配合调查后果很严重。田科长，有人说我是特务，不代表我就是特务。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那就麻烦你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说的话。